小娟和 Mini 在 Super Lady 的 MV 中应有不少的亲密画面，而引发粉丝们的讨论。而在女娃们释出的 reaction 影片中，在被雨琦询问时，小娟还透露了两人之间非常相爱呢。제가그렇구나그게나불렀네어디와야귀여운걸민들이야아저멋있는점을많았는데아니둘이안어색했어저희둘이아니너무사랑했어요어머而在之后 Mini 甚至表示有超多两人一起的画面被删减掉，让一旁的舒华直接起哄要两人马上结婚呢。우리는뭐장난안될거야결혼해야되는말이야우리우리거의결혼거의결혼 왜그러는거예요어사랑하는장면더많아왜그러는거예요우리가애교야안돼아니난둘이가거의하나가됐어되게그렇게됐어맞추지않았는데어그래고개돌린타이밍이그냥맞은거야맞은거야대박